Hello， 小姐姐，请问你在上海一个月房租多少？我不租房，这里有一套房子在出租，5万多，过来看一下。那我可以到你家去看一下吗？好呀，走吧。来，现在带你进来看一下。好。我们这个装修风格就是北欧简约风，这个风格觉得怎么样？看得出来很不错。这个客厅连接那边的餐厅，所以很通透，这边也没有什么遮挡，这景观还是很不错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电视的话也是做的嵌入式的，在这里看电视很有氛围感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餐厅连接这里是水吧台，可以就是调酒啊咖啡啊什么都在这里，一会儿那个中厨再带你看一下，这里也是有一个冰箱的，隐藏式的设计。对，然后这里是客人卫生间。这一间的话我们设计是作为客房，然后那里也是有储物柜的。这间的话是保留的预留的做空房，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一个游戏房，应该很不错吧。我这边是主卧套房，你看这个主卧的这个通顶衣帽间很不错吧。然后主卧的这个采光和景观和刚才的客厅是差不多的。我们这房子全屋地暖，中央空调，地暖冬天用还是很方便的。对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卫生间，这有一个大浴缸，然后淋浴是在这里分开的。这里进门的话可以作为鞋柜，这边是还有一个双开门的冰箱，然后洗碗机，这个很方便。然后往这边的话就是阿姨房，洗衣房、阿姨房、洗衣机、烘干机分开的，跟阿姨房带那个独立卫生间的。然后我们这里通往后面的货梯，就是搬家啊什么的，或者阿姨打扫就用这个电梯。小区的话，会所设施都是仅供小区业主使用，然后，楼下的大堂是24小时刷卡到户的，安全性、私密性都很好。这房子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，一会儿叫我女朋友也过来看一下。好的，那等你啊。